ANA 是全系列的 QU 混音机都有一个 D-Snake 的端口，利用这个端口，用网路线就可以连接到舞台上，插上舞台接线箱、Stage Bus 或者是 NE1 的个人混音器，一样只需要一条网路线从 D-Snake 连接过来。在这里，我们利用 D-Snake 来做一个简单的范例的连接运用，示范一下操作的方式。有两个喇叭，我们分别接到了 AR84 的 Output 1以及 AR212 的 Output 1，然后我们可以回到 QU32 的混音机，在机面上来做一个 Output Pitch的处理操作。触控荧幕这边的操作呢，我们先选到212这边第一个输出，更改为 LR， 套用 AR84。如果是希望要 Miss One 的时候，套用